定格就爬山了。今天他们要去看大明圣母的那种。他们今天什么时候去？他们今天是住山上吗？还是只上去看一下吗？我不知道哎，看他们体力吧。没有，如果他们下午三点多才出发，当然。他们好像上午。上午。十点。哎，课都不用上。我不知道，我好像真的听说这也是这样。我觉得有必要这样。嗯，多久加一个？对，加一走一天就走完了，半天走完了。啊，所以上礼拜我们讲的，不是上礼拜，前几天我们讲的，河南。今天礼拜五，好快哦。好，再讲一天，现在不一样。在核能电厂的核能，它怎么产生能量呢？利用辐射。辐射，然后放射性原子，放射性原子，然后嘞，把中子打到另外一个原子里，然后它就被打散，然后就飞出更多中子，再去打其他的，再飞出更多。啊，这过程为什么会产生能量？因为它的那叫分裂的，对，分裂，会怎么样？啊，分裂会有能量吗？为什么分裂会有能量？哦，应该说它会扫掉一些那叫什么？它会把它里面的一个什么东西转换成能量？什么东西？化学能？不是。位能？不是。动能？不是。哎，够了。热能？不是。位阶能？不是。上次讲到吗？有，我讲到爱因斯坦。重力？不是。万有引力？不是。强力？弱力？不是。有这些力是使质子靠在一起的原因。然后，那在核分裂的过程当中，为什么会消失了？转换成能量？电子？不是。原子核，爱因斯坦说 ，E 等于 mc 平方，这是能量靠谁转换？靠光速吗？靠质量。对，靠质量转换的。各位是质量转换成能量。哦，对啊，对，没有说他不遵守质量守。对，他不遵守质量守恒啊，在这地方很多质量，也不是很多质量，会有一些质量，一部分的质量转换成能量。你看到，如果说我是一克的。质量不见了，一克是多少公斤？是0.001公斤，对不对？光速呢？3×10^84嘛，每秒，对不对？好，这个的平方，这是等于能量，多少焦耳？20^-3，对不对？这等于9×10^16。所以等于9×10^16焦耳，也就是我一克的能量，一克的质量不见了。我如果一克的质量不见了，我就可以产生这么多的焦耳。这么多的焦耳到底是多少？你记得没？我们在讲能量的时候 ，P 是功率嘛？功率是什么？做功的速率。做功的速率，对。所以是能量去除上什么？我怎么用 E 也可以？能量去除上什么？时间。时间。OK， 每一秒钟所耗掉的焦耳就是时间。好了，那我们如果把这些能量丢进去，对，我们放进来是9×10^16焦耳。我们用多少时间来产生这些能量？一秒，不到一秒。好，假设核能电厂的话，它可能有一点时间吧。啊，核能电厂，假设用一天好不好？我们一天看一下。这是几度？啊？加多少？不是重力还会分开？然后再想想了，一度电，我们就不到一度电了。一度电的定义是什么？一度电是一公斤，不是一公斤，一克。一度电呢？家里面电用一度电，一度电是什么？一度电，一克。一度电叫做一 k 瓦小时吧？哦，对了，一 k 瓦小时意思是什么？一千。瓦，一小时产生一千瓦，一千瓦的耗电量，耗电功率，对，就一小时，
就是十的三次方加我，对不对？我作用了一个小时，一个小时是，对不起，十的啊，这边还有一个时间 ，second， 乘上一小时，一小时就是60分60秒，对不对？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second 约掉了，就是一度电的能量是多少？好，这是多少？3.6×10的多少？38，对不对？等于36。所以等于多少？3.6×10的68。然后就把它全部加起来。哪里？这是十的次方全部都。我全部用次方了。这边是3.6×10的3次方嘛，这边是10的3次方加我。哪里36？这边是36，不是3600。3600，3600了。3600。对，是3.6×10的6次方。好了，那我们把它除下来，3.6×10的6次方。我除下来的意思是什么？因为不刚好就到了，我们现在上来。因为有一些食材，因为要塞进冰箱什么的。OK， 好。我要坏掉。所以你今天是要住山上。OK， 非常好。除下来是多少？我们跟你约掉。大概是2.5。最多是2.5×10的10次方倍，什么意思？就是我一克的质量不见了，它所产生的能量是一度电的这么多倍。那假设我们是用在日常生活中，我可以用多久？这是一个小时啊，这是一个小时的电哦。OK， 有产生几度电 ？OK， 产生这么多度电。可以给100个人用一次。这么多度电，这么多度电，那你一般家里有几度电呢？25亿度电啊，就是一克的质量消失转换的能量之后，它会产生25亿度电。25亿度电，2.5×10的14方。我们一般来讲，一个家庭一天用几度电？一个月？十。不止啊，一天十一个，不，我说一个月通常用几度电？一般的家庭可能一个月的电费是2000块钱，2000块钱左右，那是两个月2000块钱，所以一个月是1000块钱，一度电大概是3.5块钱或3.3块钱吧，所以是300度电，一个家庭是300度电，对不对？这是一个月哦。一个月是300度电，就1010啊。那跟我刚刚讲的很像了。所以是8×10的7次方，一个家庭用一个月。所以一克的质量转换成能量之后，它可以产生的电是可以给这么多个家庭用一个月。80万？哎，800万。8000万。800万吧。10的7次方哎，8×7=0哎，8000万个家庭，台湾有几个家庭？台湾顶多就是500万个家庭，对不对？5×10的6次方，500万个家庭够多了。600万吧。台湾好像2000多万人。好，600万就。而且搞不好还有些没家庭的。平均嘛，啊，约掉。700万。那个如果说没有家庭，按一个人住一个好处。对啊，所以大概是可以给台湾1.3个台湾用一个月，一克的。可是那现在就那个，可是你要让核电厂产生这样一克的质量不见了，质量不见很难吧？好，那你往前追溯哦，宇宙刚诞生的时候有质量？没有。是全部都是能量，全部都是质量？质量。然后这样，所以你可以把那么多的物质集中在这么小的地方。啊，能量。啊，很困难。上次有人推测，那时候都是，因为能量是无形，它不需要这样的体积，那时候都是能量。当能量集中太大了之后，它有一天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它爆炸，砰，爆炸出来，瞬间是把所有能量冷却，能量就转换成质量，所以质能之间是可以互换的哈。在爱因斯坦说，质能是之间是可以互换的。啊，所以转换成质量，所以我们这些星球是产生的。所以你要想看，光是一克已经可以产生这么多的能量了。
假设有一些地球又全部转换成能量，你看可以产生多少能量？哦，非常惊人哦。好，这是核分裂啊，我们讲核分裂核电厂不够。好，那回来，所以核电厂产生的能量之后，它怎么去发电呢？怎么去发电？怎么发电？哎，核分裂产生能量，能量被产生出来之后，产生发电。热能是吗？哎，是的，非常好。能量转换出来，它反正就是放出能量了，这能量拿去加热啊。所以热能，这核能还是转换成热能，然后热能做什么事情？加热。加热什么？水。啊？水。水 ，OK， 加热水。为什么要加热水？因为水它可以再重新利用。啊，加热水的目的是干嘛？有热水可以洗澡，那它就有蒸汽嘛。OK， 所以非常好，加热水是会产生水蒸气，然后水蒸气要干嘛？推动涡轮。OK， 非常好，涡轮，推动涡轮，然后呢？涡轮可以让它绕圈圈。好，绕圈圈要干嘛？然后动能就可以产生电。动能怎么产生电？磁生电。磁生电，好，非常好。就产绕圈圈之后呢，它就去转嘛，旋转。当你有个线圈。有个线圈在磁场里面旋转的时候，就可以磁生电哈。啊，电就出来了，电就可以给大家用。OK。那个气解不是井，哎，不是，气有两个。不知道，是这个气吗？那不是这个吧？这汽车的气对不对？对。那刚刚是三点水。啊，磁生气。我们应该写这个气呀。啊，这个气有什么不一样？汽车的气，这是液态的气。这是液态的气，这我们看得见白白的，这是看不见的。这空气中有没有水蒸气？有，就是这个气，看不见的水蒸气。看得见的水蒸气，事实上不是水蒸气哦。看得见的白白的，它实际上是小水滴，那是小水滴，它不是真的水蒸气，它不是气体，它是看得见的。汽车是汽车。我不知道为什么用这个气当汽车，它可能是因为汽车在开的时候后面有喷白白的烟吧。现在的汽车如果后面开的时候，你仔细看，它基本上就有白色烟了。那白色烟是水蒸气，白色蒸汽，但是它出来遇到空气中的，那是小水滴。对，小水滴，对，就变成小。我讲水蒸气是水质变的气。好 ，OK。所以我们的核能是这样的，核能分裂，这地球上的核电厂或是我们讲爆炸。啊，如果是核子弹的话，它就直接核分裂之后产生能量，然后干嘛？瞬间产生高能，然后怎么样？爆炸。这个核子弹爆炸的时候，瞬间中心的温度可以到好几。那我们不要利用爆炸做这些事情啊。有啊，就利用那爆炸摧毁的长期的爆炸。可以再做些事情。什么事情？比如说用这爆炸的热能去生电。核电厂就这样做啊，但是它空气在美国的都丢下去了，它应该那没办法瞬间接受，就跟打雷哈。我们刚才讲，打雷是一个很大能量，我们可以用打雷来发电，可以啊，把电收存起来。太大了，我现在目前没有办法，没办法收存起来啊，真的能量太大。我们存在是下雨天的时候放风筝。你讲富兰克林嘛，可是他没事啊，他也不存在，他没事。他是把那个就是电池收集在地底。据说那是个说法，因为后面做实验的人都没有成功。其实我觉得那个在下雨天的时候，风筝沾了水会飞不起来。这也是有可能，这也是有可能。啊，这也是有可能。好，所以这是核分裂。那太阳能的核能是怎么一回事？太阳能核能又是怎么一回事？爆炸。太阳能核能为什么爆炸？不知道。这个在英国哈，他们有一个小太阳，有英国他们有个科学家，他们现在做一个小太阳，因为太阳的核能是我们如果说简单来讲呢，这个是脏的核分裂，脏，因为它分裂完之后，它会产生一些我们不要的一些核废料，这个是干净的核能源，这是干净的。
所以英国他们正在研究这个干净的核能源，但是它很困难的是，因为它需要在很高温的情况之下，它才可以开始反应。它反应完之后放出来的能量，才可以让它开始自身循环。我们要先让它产生那么高温。对，它必须让这个东西，假设这里面是要产生我们讲太阳里面的反应，我必须给它很大的能量。多大？非常大。啊，然后这个能量给它之后呢，它产生出更多的能量。这个能量就可以回来取消这个能量，它就可以自己循环。自己循环之外呢，它可以放出一些能量给别人用。这叫做太阳能发电，这样懂意思吗？那个它那么小的质量里面产生那么大，有那么大的能量的话，对啊，假设你这边一克一样，你可以它去吸收外面的物质。没有，它只是把它的质量耗掉了。那高温的话，什么东西可以高温让它放在里面？所以你要控制它的量。要控制它的量，而且它耐高温，没有错，它耐高温。啊，它一般来讲，它有时候很难控制耐高温的，什么？半合金。我不知道，北岛这个讲的，这东西不容易做。这个曾经在台湾，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新闻啊？在大概一年前左右，台东东华大学所有的学生。他自己做了一个小型的核能发电，那永续电池，不是永续电池，核能发电。他做出一个核能发电，而且是花了1万多块钱。然后他怎么证明他核能发电呢？就是一样，你给他一个能量，触发它启动之后呢，你就可以把能量拿开，让它可以持续的发光放热。错的吗？啊，那失败了。成功吗？他说他成功，宣称成功了。可是后来。后来就怎么样不知道，没有持续的报道，没有持续追踪。我跟那个人也不认识啊，我不知道他现在怎么做。一个大学生，好，这个意思哦，一开始给个能量的意思跟一个，我现在生火了，这边我把木头都堆起来，我要生火了，我怎么生火？摩擦。啊，一个是摩擦，对不对？摩擦钻木取火。另外一个就是我用火柴棒，我先给他点个火，对不对？当我火点起来之后，我需要再给他一点火。不需要，它可以放出能量让我使用，这就是这个意思。我一开始必须给它一个初始的能量触发它，我触发它之后，它生成的能量就可以让自己开始燃烧，继续作用，它可以放出我们需要的热。好，简单来讲，到了，你说，有点不行，这样就要热了。好，简单来说，太阳的核能反应，它叫做核融合。什么是核融合呢？在一开始宇宙诞生那一刹那，事实上大部分的宇宙的元素都是小原子。所以小原子是什么意思？啊？小原子什么意思？不能小原子。很小原子，很小原子是什么？哪些就是很小原子？很小原子。碳。碳不小呀。哎，氢是小的。氢的原子序多少？一，所以它里面是什么？一个电子。一个质子，一个电子，对不对？锂。锂。钠。钾。一开始没有锂哦。铯。来看一开始只有氦。氦是什么？二。两个原子，两个质子，有没有中子？有。有中子哈，两个中子，所以它是四哈，那这样出四。好，氢是一。氢会不会单独存在？氢不会单独存在，所以氢会变成氢分子、气体。好，这两个差别在哪里？中子数。啊，差别是上这个中子数哦。而且这两个差别是在这个的原子，这个质子是分开的，这个质子是合在一起的，这就叫差别。对，这两个看起来不是很像吗？不是，我不是文字很像，这里面的结构，结构就是说氢。的原子核是分开的，氦的原子核是两个正在一起，对不对？旁边再加两个中子，就这样子。那旁边呢，绕两个电子，这个旁边是绕两个电子，就差别在这里了。啊，宇宙刚开始的时候，实际上它所有的元素都是这种小元素，然后小元素它就会聚集嘛，因为质量不吸引啊，它就会聚集啊，聚集，对不对？像太阳这样聚集，聚集，聚集，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它就产生热量了。
因为它会彼此摩擦碰撞，而且它聚集越来越多有重力的因素，它向内挤压，向内挤压，向内挤压，这里面就产生高热、高压。接下来呢，砰，就触发这个反应，这反应就被触发了。这反应被触发之后呢，它开始就产生一种叫做核融合反应。什么意思？譬如说我这个氦就被打散了，打散之后的中子跟质子就撞到，你就连到另外一个氦里面去了，砰进来，这个氦就不是原来的氦了，这氦变成什么？假如进来一个质子，变成什么？变成锂了，对不对？锂是三个质子嘛，对不对？它是从氦原子变成锂原子，锂原子又得到一个中子，得到一个质子又变什么？铍原子，所以开始产生一些重的金属，大的金属，大的元素，这是核融合反应。它就从小元素，嘣，一直融合，一直融合，变大元素，变大元素。这过程呢，因为都牵涉到核反应哈，就是就会有热，对，它就会有质量的消失。它质量一消失，就转换成能量；质量一消失，就转换成能量。这能量呢，就迫使这个反应持续的反应。然后他回来东华大学的学生，他做什么？他就拿一个很大的容器，没有很大的容器，小容器，里面装什么东西？他装什么？水。对，他装那个东西水，是水重水。叫做重水，没有错。重水特别是因为重水是用重氢做出来的。我们讲氢是第一嘛，重氢可能是一二，或者是一三、一四，没有一四哈。五二零。有了。和我们台中的化学老师。有一四哦，带三个中子。我不知道有没有跟课本好像有写吧？有吗？他好像有，他用不一样的字，就字里面他会加一些东西来代表。Google， 这个字叫做。这个青刀霜，对，这个叫做这样子啊，对，它一一的时候叫做青嘛，好吧，那有温度，对不对？青刀霜嘛，三个，啊，我就不知道一是什么，没有，好 ，OK， 这是重青啊、哦，重青所做出来的水叫重水，你可以知道嘛，它是一一是稳定态，一二呢，就属于它就属于算是一种比较不常见的，它也是一种。容易被激发的，容易跟别人反应的，它容易把这个中子给丢出来的。那一三更是呢，它容易把这两个中子给丢出来的。所以这中子丢出来到哪去？别人身上。它可以粘到别人身上，可能产生新的反应哈。它是容易把别人的原子核给打破。所以重水做出来的，重金属做出来的水叫重水，网络上买得到哈，一克重水大概是1000多块钱，是不是很贵？一克的重水大概1000多块钱，不是很贵，算贵吗？因为如果相对铀来讲的话，算便宜啊。啊，都是放射性元素来讲的话，铀就比较相对便宜啊。哎，铀就很贵啊，这是相对便宜啊。啊，这个是买得到的，铀是买得到的。喝重水可以干嘛？重水你可以让你身体产生就容易被侦测。我比如说我有一些中子，因为它放出中子啊，所以有中子捕捉器的话，就知道。这个水在身体是怎么循环的？然后改成了用克，你用什么用？克了没有感觉啊？一克1000块。对啊。耶、yeah, ！所以他把重水放进里面，把重水放进去之后，把里面的空气加高压，加完高压之后，它等下高很高很高的电能，瞬间激发它给它之后，这个电马上就被分离离子化。离子化完之后，它的电中子就跑出来，然后就撞击，就产生了核融合反应，就放出高能。就说电拿掉之后，它持续反应，它就持续放出能量。啊，那个学生听说那个学生是这样做出来的，就是核融合反应。好，核融合反应就这样的，它放出很大很大能量。同时间呢，它把一些小元素转换成大的元素，所以基本上这些大元素，像譬如地球上的铁啊。镍啊，这些有的没有的大元素，都是因为这样的反应，被太阳抛出来之后呢，它在别的地方再聚集在一起，就变成新的星球哦，是这样丢出来的。好，那学弟，就那个核融合反应应该不久就一下就停掉了。为什么？没有，就也就是说它会一直长出新的原子。它会长出新的原子啊？那不会长到没了吗？会啊。所以会有寿命啊，可是像地
地球像太阳那么大，它还有好几百亿年可以烧，它大概可以烧一百亿年。它反应大概要多久才可以才进装出？很快啊。那应该淹水啊？不会啊，因为它里面的氢跟氦很多，它现在基本上都很多，而且你知道吗？变成锂之后也可以跟锂再形成大的元素啊，所以产生并不是一次烧完的，它还可以持续第二次反应、第三次反应、第四次反应，它产生更大的、更重的金属啊，更大的元素吧，更大的元素。OK， 所以这是核中的反应。好，说假如要做一个人造岛屿的话，实际上丢一个东西在海上，然后它就产生东西，然后它变，它就变，它就变岛屿。为什么？啊？为什么变岛屿？因为它产生很多物质啊。可是你不要一直控制它的高温高压，你像它在，可是我的话，假如把我在海面上找了一个岛，然后就把一个这样的融合的一个叫什么产生器，好吧，每个上面，然后呢，差不多过了几百万，然后可能它就会满出来，然后就往外扩散，然后它变个岛屿。你讲的像是聚宝盆，可是对，没错。可是它需要能量啊，需要东西啊。像如果说你说它就那就是你给它一个能起始能量啊。你看如果说是氢跟氦的话，它是小元素，它比较容易产生核融合反应。可是我现在如果铁、钴、镍这种大元素，它容易产生核融合，那相对来讲比较难。那么如果找到一个底下有地热的，利用地热给它能量，你能量那个能量不够，这个人都要上。上万度，对，上万度，火山，而且压力很大，找到火山，而且压力很大。火山呢？火山，如果就找到一个海底火山，我就让它就把一个核融合反应的海底火山温度能见得到上万度。没有，那就火山那就要随便，它就会没有用。它只要出来，它马上就变热源了，它热就不见了。它持续一个高温高压。对，蜘蛛人里面不是那个就有做出那个，是，然后失败了，丢到海里就没了。它忙被降温，它就没办法继续反应嘛。好，所以核融合反应它产生高温，产生很大很大的能量。一部分除了让它自己继续核融合反应之外，另外一部分就怎么样？消失。消失。怎么消失？如何消失？散发到空气中吗？那就不叫消失啊。好，散发到空气中，它是传递出去，它用辐射的方式传递出去嘛，就是太阳，它辐射出，它因为核融合反应之后所产生的能量。对，我知道了。好，这能量出来之后，我们感应到了肺，我们感应到了温度，就是太阳的肺部。你可以这样讲，太阳产生的能量哈，我们靠地球都有接受到太阳的能量，所以接下来我们这能量干嘛？太阳的能量到了地球，光合作用，太阳能板啊，对，太阳的能量到了地球之后，太阳能先产生了光合作用，也是太阳能利用没错哈，这就是太阳能光合作用，对不对？光合作用是谁在作用？植物哈，植物在行光，有没有动物可以行光合作用的？有。什么动物？人。人可以行光合作用吗？人因为照到太阳，所以。它可以活，人不照太阳不能活吗？不知道，我们在做实验。人类不照太阳，好像一些什么骨质疏松，对，骨质疏松，好，所以人也是行光合。所以我自己的感觉，哈，这部分在动物上这部分能力哈，应该是演化的遗迹啊。就演化的遗迹说，是让早时地球上第一个生物。它能够使用的能量就是来自于太阳，就是太阳能。所以地球上第一个我们现在发现的那个细菌的细胞的化石就是蓝绿藻，对不对？蓝绿藻它就是一种可以行光合作用，像它可以吃别的东西啊，它可以我可以吃的肉就吃别的东西，我没有别的东西吃的肉就晒太阳，我就产生能量，所以它有两个功能啊。有那种那个就是那种海葵，就是那个。那我们就一直动物跟它跟在那里。行光合作用。我不知道它行光合作用，它好像有东西吃吧。OK。就是长在岩石上那种。是。我一直以为它是植物的那种东西。珊瑚。不是珊瑚。他讲应该也是海葵，就是它基本上是定感觉就是非常的。它有很
漂亮，它会随风摇摆，会随着水流摇摆啊。是小丑会住在里面那个吗？哎，小丑住在里面。我操！嗯，对对对，它里面也对，嗯。它里面有一些对。它有一些像是出去的东西，它也会去把一些电东西，对麻痹吧，麻痹或者是产生麻醉药的东西，还是产生电，搞不清楚。我只知道小丑对那个没有对。对，好，所以光合作用进来了，植物产生光合作用，你光合作用什么作用？它把什么东西当反应？它把阳光能量二氧化碳。阳光能量，对二氧化碳，还有嘞？氧气不是，氢气不是，氦气水 H2O， 所以光合作用没有水是不能产生的，不能反应的。那么 CO2 跟 H2O 拿去反应产生什么？水气，葡萄糖 C6H。我的水当空气，没有水气啊。啊，这是葡萄糖。好了，它中间是怎么样作用的？它怎么处理这个事情？植物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完美平衡了，张姐妹。他怎么处理这个事情？神奇的叶绿体。对，叶绿素他去做这个事情，但是他重点在怎么做？分解组合。哦，分解组合非常好，就是跟乐高一样，这是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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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盖房子，我需要别的零件，我就先把就是拆别的零件。对，把这个零件拆开，我再拿回来组在我的房子上面嘛，对不对？所以他就把 HCO 给拆开，那必须把 H2O 拆开，拆开我再拿回来这边装上去。对，这才是我新的零件呢、啊，我需要这个零件，所以它拆开，所以这都是零件。对它来讲，碳是个零件，氧是个零件，氢是零件，氧是零件，都需要它用。那你们看到感觉上这边氧就多了，所以它后面就会产生一个产物，就是 O2 会跑出来。好，怎么拆开？打断它。怎么打断？在我们的记忆当中，用力打。我要去。我需要木头，我譬如我需要热能，我冷了，我需要产生热能，我去燃烧，我是拿火去打断它嘛，对，是不是？可是植物在行光合作用的时候，它产生高能的火去打断这个键吗？阳光，阳光怎么打断？阳光